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Mr. Lee，你听到我声音吗？听到，听到。我们希望线上的朋友也听得到。哎，哎，那个，怎么了？到了的。啊啊。OK， 大家好。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还有一分钟啊，从这就可以开始了。好，我们正式开始。各位来自全马各地，甚至有海内外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在这里呢，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姓江，三点水个工，军送。我现在目前是担任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客家工会秘书长一职。今天晚上呢，我就担任这个讲座会的主持。在此呢，我仅代表我们斗湖客家工会青年团热烈的欢迎各位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会。今天是劳动节也是有人是说劳工节了。在这里呢，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劳动节。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会是这样子的顺序，就是说首先我会恭请我们的团长给我们这个讲座会致辞，过后我们正式是邀请到我们的讲师来我们主讲，在我们讲师主讲完以后呢，我们会尽量处理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要发问一些问题，你们可以发问到我们的那个脸书上去，那么我们收集以后，我们就尽量在今天晚上在讲座会刚刚完的时候就处理一下。因为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的做这个讲座会，如果有什么做到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好，不浪费大家时间，现在我恭请我们的斗湖客家工会青年团团长廖运光给我们致辞，廖团长有请。好的，谢谢秘书长。还有本会我们的国英文书顾问李在友老师，以及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OK， 本团我们举办这个线上讲座会的宗旨，主要是配合斗湖市议会与中和巴萨正式启用 QR Pay 及其他电子钱包交易的制度，在此我们向大家讲解介绍。以及认识有关一些电子交易的制度操作以及使用方式。其实电子交易在某些国家已经是很普遍了，就很像中国几乎各大的行业都在使用大家熟悉的很像 Alipay、WeChat Pay。 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好几个电子 钱包待会 Mr. Lee李老师也会向大家讲解，在此小弟也希望懂得使用电子钱包的年轻人们，趁这个行动管制令，也在家教导父母也使用电子钱包，也希望这一次的讲座会可以帮助到你们。最后我也在此谢谢 Mr. Lee 了，担任我们这次的线上讲座会的主讲人。以及各大报章为我们这次线上讲座会的宣传，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有请秘书长。好，谢谢我们的廖团长给我们的支持。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晚的主题，就是
这个无现金交易的讲座会。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资深的老师他就是其实是不是别人了、就是本会的郭英文书顾问，他也是我们的前青年团的志委了。那时候是在我当团长的时候，那么今天晚上呢，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李在友老师给我们发表他的讲座，谢谢。李讲师有请。好，谢谢秘书长，谢谢我前任的客家工会青年团团长，也谢谢现任的青年团团长廖应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给大家带来少少的知识，给大家一些帮助。那么其次呢，在20年前，斗湖客家工会青年团也曾经举办过关于上网的讲座会，当时是讲关于网际网络和网页的制作，那是20年前。那时的网际网络是刚刚开始，那么网际网络在斗湖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我相信斗湖客家工会以及斗湖客家工会的青年团的功劳可不少。那碰巧的那个时候的讲师也是我，所以今天这个讲座会对我来说是感触良多。我现在是要在我曾经大力推广的平台再来做个讲座会，也就是透过网际网络或者是在线上跟大家见面，所以欢迎和谢谢大家收看，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晚上的讲座会得益。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所要讲的东西，今天晚上的主题。那首先呢，我是要讲说，在时代的变化形势不允许的情况下，有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能够好像我们以往的方式，依照我们以往的方式，我们的选择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只有重新学习，跟时代和当下的需求同步。毕竟我们呢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一个心态大家一起来学习。那首先当我们要讲 QR 杯或者是电子钱包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QR code 或者是二维码。但我还没有继续跟大家讲解，我希望跟大家玩个小小的游戏。你们如果手上还有其他的手机的话，不妨用手机把这个二维码或者 QR code 扫描一下，看看你们得到的是什么信息。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打开你们的手机，然后扫描一下这个 QR code。如果你们呢得到答案的话，待会就在斗湖客家工会那个网页上，在那边写一下你们的答案。青年团不知道有没有
奖品，那个我不知道，那不关我的事啊。不过他也没有答应过，不要紧啊。然后呢，要大家看另外一个。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张，这个也可以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东西来的。等下同样的，把答案写在客家公会那个网页那里。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回来啊，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所谓的 QR code， 或者是中文我们叫二维码。那么 QR code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QR 其实它真正的名称是 Quick Response， 所以变成 QR Quick Response。意思讲快速反应，毕竟如果我们用 QR code 的话，它的反应特别快。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已经很常用到 QR code， 比如说很常搭飞机啊，讲到飞机是敏感的问题，现在当然还没有搭飞机，之前如果有搭飞机的话，你们的 boarding pass 啊，或者是登机卡都会有这个 QR code 或者二维码。在广告、在网址或者是在无现金交易都会很常看到这个 QR code 或者是二维码。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所要讲的呢，就是跟这个 QR code 或者是二维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大家要对这个QR code 这个二维码要有相当的认识，然后在我们呢应用我们的电子钱包或者其他的那个应用方式的时候，这个就会能够用到。好了，最近是因为我们呢在斗湖地方政府希望大家都用 QR Pay， QR Pay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QR Pay 其实就是对不起 ，QR Pay 其实就是Maybank 啊 ，Maybank 银行所推广的，经过网上无现金来做买卖，不但做买卖，还钱、收钱或者是你要寄钱给人家，或者是你寄一起去吃饭，要怎样分账的都可以啊。那么要怎样得到这个 QR Pay 呢？这个当然你需要有Maybank 的银行户口。OK， 大家看一下啊，你只要在下载这个 Maybank to you 的 apps， 你就能够用到啊。这个就是你用这个，如果是你用Android 的电话或者手机，如果是用 Apple 的话 ，iPhone 的话，那么就也是同样的，不过在不同的地方下载啊，就要这个 Maybank to you my 啊，因为它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是马来西亚的 ，my 是马来西亚的。好，接下来呢，就当我们呢安装之后啊，我们下载，然后我们安装之后，其实应用是并不难，应用并不难啊。我们看看，好了，出来应该是在左边这一个啊。然后你开始如果要 QR Pay 的话，他就会叫你进入好，然后
下一步呢，就是你可以选定要绑着哪一个或者是绑定哪一个户口。在那边里面有三种户口。第一个在上面这边叫做 MAE,MAE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解，所以暂时我不讲这个。然后它有其他的户口，你自己选要哪一个。当你确定之后，他就会要你在 QR 背那边设定你每一天你大概要最高要花多少钱。他可以从零或者是到最高1000块。如果你没有更改的话，他出来就是250块。250块这边呢就是 daily limit。daily limit 意思是说在一天里面你能够用 QR 币付多少钱，然后最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cumulative limit。当我们用，有时我们用可能这边我们买5块钱的菜，另外一边我们买15块的鸡蛋。鸡蛋是不是15块？谁卖贵了不知道，或者卖便宜了。比如说那么我们自己确定要多少钱这样子。那么再下来呢，过后他就会要大家确定一下你是不是用着你那个电话号码。我们放进我们他会跟我们讲 OK, 我们会给你一个OTP 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进去你的手机。那么你 confirm, 你说 OK 的话他就会寄来类似这样子的，在左边这一个他说你的OTP 啊 649635, 这个是没有用的大家看到这个是没有用。不过既然我在讲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要很小心很小心。万一有人打电话来或者是寄个短信给你的话，说 OK, 请你把那个 ODB 给我，你千万千万不要给人家。他可能利用你的电话号码去申请什么东西，然后那个 ODB 就是讲要确定是不是你来的，就会送到你的手机里面去。那万一你把这个传给人家，你很可能就上了老千的圈套。所以这个只是供你自己用。不过这一个呢，因为它通常它有几分钟的限定时间，过了就用不到了呢。那么我给大家看是因为这个大家用也用不到了的，所以就没问题。当你收到这一个ODB 或者是 one time password 之后，你就把它输入那个刚才他向你邀请那个 confirmation 或者确定的地方当你确定之后输入对的话他就会问你你要选哪一个户口。你在Maybank 有多少个户口，你可以选其中一个。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那么就不用选，只是那一个。过后呢你就马上可以用了。那应用方面呢，应用方面它有三个在这边，你看那边 QR 那个 QR promo 那个我们不讲scan 就是比如说你要还钱，你要寄钱给人家，你要付款的话，你就用这一边一想这一个来扫描对方的 QR code 或者是二维码。如果你要收钱的话就用 receive, 你要还钱呢，如果去商店或者是在档口卖东西的，他有这个也可以。那万一说他的手机或者那个地方比较暗，你扫描不到的话，这边还有个小小的手电筒，你可以按一下它就亮一点用法就是这样简单。然后呢你也可以，比如说你要收钱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 QR code你给人家扫描或者是你把它印出来，好像这样子，你放在你的档口呢，比如说你卖炒粿条这样子，那么你写那个档口那边，这个就是它的QR code
这一个是没有写多少钱，你扫描的时候 OK 老板多少钱啊，他跟你讲七块半，那么你自己放进七块半他就会过账。那刚才在我开始讲的时候我叫他扫描这个呢，就大家不约扫描，因为我做了一些更改的东西，所以已经不是正式的那个那个 QR code 啊，要不然你们会寄很多钱给我，我又不敢收这些钱啊。OK， 好，再下来呢，就是你也可以把数目放进去，比如说你要对方还你啊150块，你就打进150块，那么那个 QR code 就马上它出现150块，对方一扫描的话，他就会。啊，还了，从他的户口扣了150块给你。如果你是收钱那一个人啊，好，我们暂时啊回到这一边来。那就讲回这个 QR 背 ，QR 背到底能够做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拿来付钱，可以拿来收钱，可以直接过账啊。那么钱就直接进到户口。或者是直接从户口里面扣除，就是在很快的情况下这个交易就完了。所以 QR 背就是 QR， 刚才我跟大家讲过 QR 就是 quick response， 所以它快它准，你也不需要记得对方的银行啊户口号码啊，也不怕半途断线啊，因为他不过就是不过，一过两边路过是肯定有，所以不怕半途断线，不过最怕是没有钱，对吗？好啊，他没有最低的数额，你要还多少钱都可以，他没有限定你一定要最少要30块、20块这样子，没有啊。然后我们要花多少钱，每一天花多少钱，用这个来花多少钱。我们自己确定啊，刚才我跟大家讲过是从零开始到1000，那个是每天最高的。那么你如果要加的话，你不可以加1块2块，每一次加就是50块。所以比如说你可以用50块，你可以加到100、150、250，一直到1000，这样子随你定啊。啊，当然要用这一个 QR 背的话，你就一定要有 Maybank 的银行户口啊，你要买卖也可以啊，你要还钱、寄钱，什么都可以啊。如果你卖东西的话，你要方便你的顾客，你不要每一次人家还钱的时候都要拿手机出来给大家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或者是 QR code 的话，你可以把你自己本身那个户口的，就是这个 QR code， 把它打印出来贴在你的档口那边。那么顾客要还钱的时候，他只需要对着这个二维码或者是你的 QR code 扫描一下，然后他问你多少钱，你告诉他，这样就可以了啊，就过账了啊。这个 QR 背呢，暂时是免费。啊，将来有没有会用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代表 Maybank 啊，所以我不敢讲他们呢这个将来会怎样，那个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种 QR 背 ，QR 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只要你有 Maybank 的银行户口，你都可以用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啊。OK， 那么再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也是 QR 背，它是另类的 QR 背，叫 QR 背 Biz， 这个是专门给生意人用的。那生意人他的这一个 QR 背 Biz 呢就不同了。如果你是收钱那一个，你要用到另外一个 apps 啊，要用到另外一个 apps。我让大家看一看呢。好，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可以用 QR Pay， 就是这一个，也是 Maybank 的。
那也是 Maybank 的，它跟 QR Pay 不同，因为这个是专门是给生意人用的，它的好处让我跟大家讲一下啊，QR Pay 边是这样子，它只是收钱，它只是收钱，而且比如说老板不在，他可以把他可以叫他的工人或者是他的收银员帮他收钱，帮他做买卖都可以啊。那么这一个 QR Pay 边它是有进没有出，有进没有出意思讲它只能够收钱，不可以拿里面的钱去用。意思讲如果你不是老板的话，你不是当事人的话，那别人只能够用这个 QR code 帮你收钱啊。不过你不可以拿去，好像刚才 QR Pay 这样子， QR Pay 你可以买可以卖啊。这个 QR Pay 就是讲你只能够收钱。比如说一间店或者一个档口很忙，你的 cashier 不够，很多人要收钱，你可以进同样一个 account， 不过有分老板的或者是工人的，他同样可以收钱，他进了同样一个户口。我让大家看一看呢，申请的时候，如果你要用这个 QR Pay 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身份，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或者是如果你是警察或者是军人的话，有那一个号码，或者是你们的注册生意或者公司的那个号码都可以，都可以，然后当然语言方面你可以选你熟悉的，它是即时支付，也方便客户扫描 ,OK, 跟刚才 QR Pay 差不多一样，随时随地可以做生意，可以做买卖啊，可以收钱啊。好，这个是当你要进入的时候就是怎样开始这样子啊。当你进入这个 APP 的时候，他会问你到底你是谁，你是经理呢还是收银呢？经理就是说你是老板，比如这个银行户口是你的啊，由你来控制啊。收银员他只是代收罢了啊，他只是代收。好，接下来呢，它跟这个 QR Pay 不同的，除了它是收钱之外呢，这一个如果你没有 Maybank 的银行户口，你同样能够用。啊，我重复啊，就算你没有 Maybank 的银行户口，你同样都能够用 QR Pay Biz。你只是要下载它的这个 app 就可以了。它分别就是在这里，而且好消息是暂时这个时候也是免费的。其实不是只是这个时候是免费，但它开始到现在还是免费的。将来我不敢讲不过就是经过这个 QR Pay 你可以用，你可以在其他银行的当然来，虽然你在 Maybank 没有 Maybank 的户口，你有其他银行的户口，你同样能够下载这个 QR Pay 可以拿来用，你的钱进回你的户口，没有经过 Maybank 让你免费去用，所以这个对做生意的人很方便。那刚才我就跟大家讲了QR Pay 跟 QR Pay QR Pay 你就一定要有Maybank 的银行户口， QR Pay Biz 就不需要所以当时为什么都是因为他说就算你没有Maybank 银行户口你同样能够应用，那就是在这边分别就是在这边。那如果你没有 Maybank 的银行户口，
而且你又想用 QR Pay， 那不是 QR Pay Biz 啊，你又想用 QR Pay 的话，那么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同样的去下载刚才那个 Maybank Do You， Maybank Do You 那个 app 啊，不过呢，到时你是怎样应用，我给大家看呢？好了，如果你没有 Maybank 的银行户 Maybank 银行户口，可是你还要用 QR Pay 的话，你的办法就是用这个 MAE， MAE 这个名字蛮有趣的， MAE 就是 Maybank Anywhere Everyone， 哪里都可以用，谁都可以用。那 MAE 是怎样来的呢？那 MAE 很简单，它用的时候它是经过 Maybank， 刚才 Maybank Do You 那个 app， 然后它是绑定你的 MAE account。 现在我应该回头给大家看刚才那一个，我说迟一点才跟大家讲啊。一下子我找回刚才那一张。好了。如果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话，在左边这一个银行户口里面有一个 MAE， 那可以用你的 QR Pay 绑定这一个 MAE 这个户口。那为什么我叫它是户口呢？好，就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MAE 呢，它刚才跟大家讲就是 Maybank Anywhere Everyone 呢，它可以在线上申请，当然是经过 Maybank 申请，而且12岁以及以上的人都可以申请。它其实是一个电子钱包，电子钱包申请成功之后，它给你一个电子钱包，也给你一个银行户口。这个银行户口看起来是像银行户口，不过它其实就是这个 MAE 的户口。MAE 的户口呢，它不单只是一个可以当作银行户口来用，也可以它也给你一张我们叫虚拟的转账卡，意思讲 Virtual Debit Card， Virtual Debit Card 虚拟转账卡，意思讲你没有拿到那个正式那一张卡，不过在电话里面是有。当你有它有这个功能的话，就等于你在 Maybank 有一个银行的户口，也有一张转账卡，那么你就可以用 QR Pay 它就是这样子来。那么如果说没有你根本都没有放钱在 Maybank， 你没有 Maybank 的银行户口，怎么样能够有这个 MAE 这个 account， 然后又可以用 QR Pay 呢？意思说你可以从其他的银行把钱转进去你的 MAE 户口， MAE 户口如果不要从银行转钱过去的话，你也可以到银行的 ATM 那边把现款放进去都可以它跟银行户口不一样的方面就是第一，只要 Maybank 银行户口能做到的，或者是能用 QR Pay 的，你都能够用，没有限制。而且既然你有一个这个悉尼的转账卡，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转账卡来用。意思是说你一路来，比如说你用转账卡，你可以买机票，你可以去餐厅还钱什么，同样可以用。然后呢
啊，当然你也可以拿来分账，等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影片。啊，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你可以付款的时候可以达到最高4999 ringgit， 因为它是转账卡，所以这个要小心啊。啊，最高的是可以达到4999，所以足够你买斗湖去吉隆坡来回机票啊。啊，我给大家看回这个影片呢。一下子啊，啊，让我找回那个影片啊。好，这个就是 MAE account 呢。MAE account， 那么它的用处是怎样？那其实很简单，你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是 money in 钱进来，上面这边是 money out 钱出去，啊，钱进跟钱出。然后你的钱用了之后，它也会给你一个statement， 或者是啊历史你曾经用过什么，就是在右边这一边，让你能够清清楚楚看到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出去啊。如果 money in 的话，你可以 top up wallet， 当然给我是跟大家说这个是电子钱包，所以 top up 就是讲啊加款啊加钱啊，加钱你可以放现金，或者是你从你自己银行户口转账。啊，其他银行都可以 ，Maybank 都可以啊。然后你也可以啊，吃饭或者买东西跟朋友一起的话，要分账呢，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账，每个人分多少钱，这边写到清清楚楚啊。还可以用这个追账，如果他忘记还钱给你。那如果你要向某个人要钱的话，要他还钱，或者是要向父母要钱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 money， request 或者是 request money。那么你要别人还钱给你的话，你就用这边有一个 my QR， 你自己的二维码或者是 QR code。啊，当人家要还钱给你的时候，只是要扫描一下你的 QR code， 然后跟他讲多少钱，钱就直接进你的户口。Money out 那一方面呢，你可以拿来来还钱啊。只要你扫描他的 QR code， 你就可以还钱给他。你可以还你的电费、水费那一些，你可以转账或者是寄钱给别人。你可以拿来 top up 你的手机，如果你是用 prepaid 的话，你可以买戏院的那个戏票，或者是买机票，这些都可以用到啊，这些都可以用到。好，OK， 那个这个就是关于QR Pay 全部经过 Maybank 的服务，有些是需要 Maybank 的银行户口，有些是不需要啊。如果你用 QR Pay 的话，如果你没有MAE account 的话，你就要在 Maybank 里面有它的户口啊。如果你用 QR Pay Biz 的话，那么你不一定在 Maybank 有它的户口，你同样可以用啊。当然Maybank 的人他可能会找你，哎，你觉得用我们的 QR Pay Biz 好吗？如果你不错的话，那么你可能呢可以支持他们在那边开户口啊。我好像跟 Maybank 打了广告，迟一点我跟他收广告费。好，我们呢回头，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讲了的 MAE， 如果你在 Maybank 没有户口的话，你也可以从也可以申请他的 MAE account， 那么你就可以用Maybank 的这个 QR Pay Biz 那一些。好，现在
比如说你没有 Maybank 的银行户口，而且你又不想用 QR Pay、或者是 QR Pay Biz 的一方面、比如说是还钱的人、什么这样子的话，那么你下一个选择是什么呢？那么你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用电子银包。在我还没有继续讲电子银包之前，那么就允许我喝一杯水先啊，大家等一下我。好，我回来了。那么我们下一个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用电子钱包。其中一个电子钱包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一下的就是 Bush。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用过这个 Bush。Bush 是一个电子钱包的蛮流行一下，我们可以经过这个来用的。Bush 呢你不需要在规定的哪一间银行有户口，你只要有银行户口就可以应用这个 Bush 呢。Bush 呢它是根据你的电话然后它同样是有给你一个二维码或者是 QR code， 那你可以用这个 QR code， 你要拿来收钱也好，你要拿来让你的顾客还钱给你也好就是这样子应用这个 Bush。分账当然也可以用 Bush 同样的它有这个用处。所以它这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电子钱包电子钱包就好像你的钱包那样。有些人出门把钱包装得满满放很多钱有些人出门钱包没有什么钱，不过可能衣袋有钱，裤袋有钱，甚至鞋子还要放一些钱，那么人家追债的时候他拿去钱包了没有钱笑话归笑话，不过没有放那么多钱是一个好处，因为电子钱包你没有带那么多钱出去，用完就算了，就应该回家了，不应该再花下去了。所以比如说你让你家里年纪比较大的人出去买东西，买菜买鱼买肉都好，那让他们呢用这个 Bush 电子钱包或者其他的电子钱包的话，你可以把它帮他们放钱进去，那么你给钱你的父母去用当然是最好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放的时候不需要放太多，比如说今天我去巴萨我大概需要用到75块这样子，那么你可能你给他一个80块这样子，那他带出去他要用的时候他就用那个手机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还钱，这个2块半，这个15块，那个32块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还钱他的交易就是手机对手机，他只是手机对着那个单位的那个二维码或者 QR code，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你就不怕说钱会不见或者是怎样这样子他还有一个不同的那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用 QR Pay 的话，因为它要经过，虽然它是用它的 apps Maybank to you 的 app， 不过还要经过银行的户口，有时候我们呢开这个的时候你不小心的话旁边的人可能会看到你银行户口里面的钱钱少不要紧，不过你又怕人家笑你没有钱，钱多的话人家可能对你起一些不良的记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我对这个有所保留。不过在这个电子钱包这一方面呢，你可以不用放这么多钱你可以不用放这么多钱，用完就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控制自己不要随便
花钱啊，毕竟这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没有做工，钱来的不容易，所以就能省的尽量省啊。那么没有带那么多钱出门，就不会花太多的钱，大家觉得对吗？啊，好啊。如果有习惯用 Boost 的，可能知道这个 Boost 有很多好处，这样子那些我就不讲了。那用 Boost 呢是免费。不过如果你在 Boost 里面你收到很多钱，你要把那个钱拿出来的话，它就是有费用。费用多少呢？可能他公司会更改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方便讲，因为我也不是代表 Boost 啊。不过我只能说，这个不是一个电子钱包，是能够这样子用。你同样能够用，如果你不用 QR Pay， 你不用 QR Pay Biz 啊，你同样你可以用 Boost 来还钱，或者是用 Boost 来收钱。好，啊，讲了 Boost 后，这个是其中一个电子钱包。除了这个 Boost 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啊，给大家看啊。可以用大选购，大选购啊，以前只是你要还那个过路费的时候用到，现在已经可以让你搭火车、搭巴士什么这样子，当然也变成一个蛮流行的啊电子钱包。不过当然这个电子钱包可能呢不同的地方啊就有不同的反应啊，可能在斗湖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用。啊，不过同样可以用这个 Dash and Go 呢，它的用法跟 Boost 也是一样，也是电子钱包啊。它就是根据这个 Boost 就根据我们呢，我们的身份证号码，要绑定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啊，这样子。如果你早期你有申请到，可能当是什么时候？之前当政府鼓励人民用电子钱包的时候，电子钱包不是电子钱包的时候，应该给你们一个30块。如果你有的话，可能你进这边啊。如果你选择 Boost 的话，可能它就进去你的 Boost 那个电子钱包所以大选购大约就是它的用法，那些好处都是跟这不也是一样，跟其他的电子钱包一样啊。给大家看一看在 Boost 里面呢不是，对不起是在大选购大选购因为我只有五块钱在里面，所以敢给大家看大家觉得我钱不多的话，到时可以寄点钱过来啊。OK 啊，在这个大选购这边都有 scan， 比如说我们要还钱的话，我们就这个来 scan 或者是你要还钱给在商店还是什么的，也可以转账也可以这个是如果以前呢我们有用到其他的大选购卡的话，记录会在这边，你搭火车从几时从哪里搭到哪里花了多少钱它记录有在这个在这边里面其他的那个服务我就不讲了好那么你同样的在这个大选购你也可以把它的二维码印出来，让你方便收钱。那这一个二维码呢，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扫描一下。因为什么呢？刚才我给大家看了，我毕竟只有五块钱嘛，所以你觉得要寄钱给我，扫描这个它应该会直接到我那边去，可以试一下给大家试一下，我不是向大家要钱，不过如果你要寄钱过来，我也谢谢你好就是这样子。意思讲，如果你在档口那边，你同样你可以印出来，跟 Boost 也是一样，把这个二维码印出来，就放在档口那边。他还钱的时候，他用手机就是扫描一下多少钱，你跟他讲多少钱，就这样子还钱就是。好了，我跟大家讲过 Boost，
也讲了大选购，那还有什么电子钱包？电子钱包其实刚才我们的团长也讲到，他讲到微信，他只是 WeChat，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用到 WeChat。WeChat 呢拿来聊天啊，它是在中国那边开始的，非常非常的流行，很多人在用啊。他们可以聊天，也可以用来还钱，也可以用来过账。我现在马来西亚同样可以用啊，所以不是说只是在中国能够用，在马来西亚同样能够用啊。你只是要把你的 WeChat Pay 啊 ，WeChat Pay 啊绑定你其中一个受接受的银行卡。它不是说好像不是每一间银行的银行卡它都接受。所以这个到底哪一间银行卡的能够接受我就不敢讲，很多银行有些接受之前不接受现在接受了，所以大家能够试一下。微信的好就是因为大家一路来都有应用到这个微信来聊天的什么的，那么你拿来用来还钱可能会方便一点呢。也是它也是经过这个二维码来扫描的啊，帮大家看一下啊。啊，用 WeChat， 只是 WeChat Pay 啊。你同样也可以用你的二维码 QR code 你印出来，而且如果你的 WeChat 或者是你微信有放到你自己的相片呢，好像我这样子的话啊，那么你的二维码就会有你的相片在里面啊，你要收多少钱你可以放那边啊。大家这个如果要扫描可以扫描，不过不能够带你去到哪里的，因为这个我更改的 OK 啊，我只是拿来给大家看看啊，让大家看看一下。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二维码或者 QR code 印出来放在那边啊，你要收钱要什么都可以其他的服务同样都可以用。好，那么现在我跟大家讲了三个电子钱包 ，Boost 大钱包和 WeChat Pay 或者是微信啊。那下来另外一个可以用的，也可以用的就是年轻一代的就很常在用。因为它有很多好处，跟我同年龄的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不过不要紧，因为刚才跟大家讲过，我们呢可以趁这个机会我们来学习，如果还没有应用的话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可以开始用，跟时代同步。好，给大家看一看呢，就是这个。这个叫做 Big Pay， Big Pay 开始的时候是方便大家买亚航的机票，不过它也是一个电子钱包，你可以放进，同样可以向人家收钱或者是还钱给人家，它同样有其他的服务啊，同样有其他的服务啊，所以另外一个可以用的就是 Big Pay。那么这个 Big Pay 呢，当然。它是有一张转账卡转账卡，所以也可以当作是转账卡来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一个 Big Pay 它有很多种货币在里面，那你去到比如说你去到日本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Big Pay 你的货币交换率会比较好这个会比较好，所以很多人呢，以前呢我们还可以出门的时候就很多人用这一个 Big Pay 这一个卡啊。好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我就不再跟大家介绍。这个就是说这个用这个电子钱包大家觉得哪一个方便哪一个适合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去用啊。当然收钱那一边的那一边的也要有这一个服务，或者是有用这一些电子钱包，或者是用 QR Pay、QR Pay Biz， 那么你才可以去跟他们一起应用。啊，现在问题是，
比如说你没有用 QR Pay， 没有用 QR Pay， 也没有 MAE account， 也没有电子钱包，不过你还是要还钱，不要用现金，还是要用无现金交易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啊，这一个办法呢，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相信有啊。OK，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这个 ，Do it now， 马上有钱，大家听过吗？其实这个已经在市场上有很多年了。啊，这个 Do it now 呢，就只要你有银行户口，你就可以啊，可以用 Do it now。对呢，它是每一间银行都有啊、是一个必须的服务来的，而且是免费的。好处就是只需要输入电话号码就可以转账，你不需要记得他的银行户口什么号码这样子，你只要知道他电话号码。比如说现在我知道你电话号码是什么，我从对呢这边我可以输入你电话号码的话，多少钱我就可以经过电话这样子还钱给你啊，这个就没有用到二维码或者是 QR code 啊，这个是如果你手机没有这个功能的话，而且你又不想用这一些啊这些 QR code 或者二维码的话，可是你要用无现金交易，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可以用 Do it now。啊，所以刚才讲过，任何银行户口都可以用，只是要有手机号码。如果不用手机号码的话，就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就比较敏感一点，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给身份证号码。如果以前呢，我们有旧的身份证号码的话，很多人都会用旧的身份证号码，因为人家不知道你的岁数啊。如果是新的身份证号码，你走也走不掉啊。看起来是年轻23岁，可是一看身份证号码，可能72岁，然后不知道啊。不过如果是我来说，那个是大家应该觉得高兴的。如果72岁还看起来像23岁，就是讲你保养得很好啊，所以也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啊。不过那个是说。如果我们用 Do it now 的话，我们可以用第一手机号码，第二可以用身份证号码，或者是公司注册号码，同样可以转账。而且这样子还钱的话，如果当时还钱面对面可以，如果不是面对面同样可以，所以用这个方式寄钱给孩子或者什么也可以，也是马上过账，而且也是免费。这个是 Do it now， Do it now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应用的话，你觉得这个可以用的话，只要进回你的银行的那个Internet Banking 啊 ，Internet 网上银行服务那边，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Do it now 啊，你有了之后啊，它就钱就直接进去你所绑定的那一个银行户口，出是从那边出，进也是进到那边去。这个就是如果没有用 QR code 或者是二维码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用Do it now。好了，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无现金交易所有不同的种类大概也介绍过了。不过还有一些东西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一，无现金交易方式很多，我选择呢就在于大家，你觉得哪一个方便你就选哪一个没有人能够限定说你一定要用这一个我们只是要符合这个标准，无现金就可以了，我们尽量这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说我们呢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用，没有，这个是为了大家好的当然如果做生意的朋友们为了方便顾客也能够有至少有一两个要符合那个顾客的要求还钱的方式
就好像卖东西这样子，你也卖多样化的东西呢，顾客来也比较多，那么收钱的方式也多几个啊。好，那么刚才我有提到的，就是有些方式是要经过你银行户口，在人多的地方，你可能呢不是很方便，因为在旁边的人可能会看到你的银行里面的钱这样子。然后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一个大家要注意一点啊，这个大家要小心啊。然后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手机，我们毕竟我们用我们有自己的密码。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密码，电子钱包也有自己的密码，这个密码呢就很重要，不是说1234ABCD 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密码，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能够猜到的，密码应该是我们熟悉，不过别人猜不到的，这一个，这样的组合，虽然人家猜不到，可是我们又记得就方便用，可是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有很多个电子钱包，又有 Boost， 又有大选购，又有 BigPay， 又有 WeChat， 每一个如果你放不同的那个密码的话，你很多来记，因为可能你去还钱买东西的时候只是七七还人家一个15块，可是你忘记了自己那个密码的时候，你按来按去按不到的话，那么可能呢会脸红啊，所以密码这一方面大家要记得啊，怎样处理啊，不要太复杂，让自己不方便啊。好，当然这个密码呢自己也很小心，不要随便告诉人家啊。好，然后我们呢如果用电子钱包的话，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钱，就好像我们出门，我不知道，我这个可能钱不多，所以出门，钱包里面钱不多，人家向我借钱，我也没有钱可以借给他，所以电子钱包也一样，跟我们身上的钱包也一样，就是不要把钱，放太多在那个电子嘛，够我们用就好了，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万一因为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嘛，万一手机掉了还是什么呢，我们的损失也不会很大，如果钱太多的话，可能的损失就会比较大啊。好，有了电子钱包呢，我们用二维码或者 QR code 来扫描，当然是很方便也很快，因为 QR 毕竟是就是 quick response，可是呢我们用的方便，有时钱也出得快，所以这一个大家要自己注意。然后我虽然是提倡大家用无现金交易，用这个电子钱包这一类的东西，不过我并不提倡大家去随便花钱啊。好，还有呢，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用无现金交易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到我们的手机，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手机啊，不要把手机交给别人，比如说你开始你不知道到底怎样还钱，拿着手机不知道怎样，哎呀买不了，不会，你帮我这样子一下，最好不要自己学到，几个步骤很简单，所以我们就不要把手机交给人家，毕竟这个时候我们减少跟人家皮肤上的接触是最好，所以尤其是这个手机也是啊。那么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也注意自己的卫生。如果能够的话最好要用这个二维码收钱的话呢，QR code 收钱的话，就把你们自己的那一个二维码打印出来，放在你们档口那边，让人家方便看到，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说手机对手机这样子来扫描，就不需要了，就直接对着那一个打印出来那个二维码扫描一下，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也能够保持这个距离啊。好，
这个我相信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最后呢，我想说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不管我们的岁数是几多，我们的能力看起来是很有限，很多东西做不到。其实不难。如果大家听过这句话叫壁虎跳墙，我不是讲那个表傻那个壁虎，我是讲破釜跳墙啊，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都要壁虎跳墙，壁那个老虎跳墙，我现在读音改了啊，我一下子改不来。如果老虎本来不能够跳墙，我壁到它能够跳墙，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同样的，如果在环境所逼或者所迫之下呢，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就能够学习到，有很多我们之前没有发觉到的能力就会现出来。只要我们不放弃学习，只要我们不放弃去尝试，我相信大家能够做到，不管年纪大小啊。所以我们要用啊，不好意思，你可以 invite 那个秘书长再进来吗？他应该不是什么方向。OK， 好，一下子啊，线上的朋友等一下啊，我们呢 ，OK， 好的，如果大家知道，要知道，等下啊，刚才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不要紧，等下过后的时候可能问，那么跟大家讲解一下是什么东西。那么我现在啊，继续啊。现在继续，就是我刚才我说到的是，我们就利用这一个非常时期来学习新的技能技巧，增加我们的知识，提升我们自己，然后尽量保持正面的思维。这样子我们就不怕遇到什么难关，我们一定能够度过不管什么难关啊！大家不要放弃啊！不要觉得哎，这个很难，那个很难，我做不到，我年纪大，那些都是借口，我们同样可以做到。好，所以我们不要让时代和形势时势把我们抛弃，反之呢，让我们跟时代跟形势同步啊，如果不能够跑得更快的话，至少是同步跑在一起啊。还有呢，如果大家觉得刚才我讲的太快的话，因为毕竟虽然呢，我是知道外面很多人在看，不过毕竟看不到你们的话，我就可能没有得到那种反应，说我讲的太快也是太慢那一种。不过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刚才有一些地方我讲的太快的话，不要紧，大家可以从头看回到斗湖客家公会这个网页，面子书的网页，去看回这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当我们这个直播完了之后会留在斗湖客家公会的网页让大家看作为大家的参考也方便呢赶不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回，所以大家不必心急啊。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网上或者是线上的讲座会的话呢，我恭喜你，你又踏出了人生的另外一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大家学习的另外一个方式啊。那么在此呢，我要趁这个机会谢谢Maybank 的朋友，那斗湖 Maybank 的朋友给我很多关于 QRPay,QRPay,Base MAE 的资料，让我能够更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当然我也要谢谢斗湖客家公会斗湖客家公会青年团给我这个机会给我这个平台以及这份荣幸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在线的朋友们呢，或者迟一点在看这一个视频的朋友们，我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我的讲解能够给大家带来少少的知识，安心，不需要着急啊。那我就在此，我就先谢谢大家。等一下我们有问答环节，如果我能够答的，我尽量回答。好，在此我先谢谢大家。好，回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好，谢谢我们的李在友老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讲座会。当然，我们可能听一轮，没有把全部的东西听进去，尤其刚才很对不起，我有一点点的电流冲断，刚才就是我被弹出去了，所以现在我要倒回来了。OK。刚才我们的李师他们讲了蛮多的，我相信不是每一个我们都要需要用到的，但是我们做生意呢，可能会有需要用到这一类，我们不可能我都不只是有个顾客用 QR Pay 的我就用不到，所以做生意的可能会要给顾客多种选择。那么我们本身用的人呢，可能用一个到两个就够了，不可能会。刚才李老师介绍的每一个都带在袋子，哇，那就很头痛了，就很困难，我们就很困小，所以我们可能会找最流行的，可能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是不知道。OK， 在这边我还想问一下李老师哦，我们讲来讲去讲这些他选购这种，我们在马来西亚是可以用啊，不知去到香港、新加坡或者外国，这个还可以用到吗？好，如果用大选购的话，它是跟阿里贝有合作，所以你去到国外的时候还可以用，所以大选购可以用，因为它是经过阿里贝，然后 Big Bay 可以用 ，WeChat 也可以用。对，我在我的经验，我看来。因为我开始利用这个钱包的时候，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是用 WeChat， 那么 WeChat 因为在中国来讲 WeChat 是非常的流行，因为就算在街边卖两只鸡的，卖几个菜的，他们都摆个二维码在那边给我们扫描有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人家用的时候，我在跑步跑到桥下摆档子的，我去买水我要掏钱包出来，人家去买水只拿个手机。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拿手机啊会安全吗？因为可能大家听了可能想想，我们的手机但被人家抢了的话，我们的钱会被人家拿走了，还是什么情形呢？手机如果不见了或者是给人家抢的话，其实它的方式一样，有没有这个电子钱包在里面就是一样，我们第一件 该做的事就是我们呢，如果没有机会我们上网的话，用电脑什么上网的时候，就把这些服务全部停止掉，就好像我们的信用卡不见了之后，我们就马上通知那个银行说我们这个信用卡可能掉了，可能给人家偷了是什么了，马上停止这个服务这样的话就减少我们的损失，当然那个电话可能找不回。我还有一样就是说我们呢现在新的手机的话或者电话的话，它都有让你去找回这个经过这个 GPS 找回你的电话这样子，所以你用那个 apps 的话，它能够至少能够告诉你你的手机大概在什么地方。当然如果他拿了真的手机给人家拿去的话，而且他又是那种很聪明那一种很了解这种东西，他马上关机的话，你可能你就找不到了不过所以刚才我说的这种意外的东西我们可能呢防不到，不过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要放太多钱在我们那个电子钱包里面，也不要带太多钱出门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东西是现在是电话是比钱包还要重要，人家可以忘记带钱包不回家拿，可是如果忘记带手机出门的话，很多人都会回家拿手机，所以手机变成这么重要之下，所以大家
更需要很小心。所以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不要把手机交给别人。你的手机很漂亮，你叫拍出来照片很漂亮，所以你交给一个陌生人帮我拍一张照片，因为你毕竟只是你自己啊。他拍了他就走掉了，你又追不上他，而且刚好你穿着是高跟鞋，他是穿着运动鞋，你怎么去追呢？比如说这样子。那么预防那一方面我们可以做，意外那一方面我们可能呢只有听天由命。不过我们预防做得好，做得多，做得够，做得足的话，我相信能够减少这一方面的意外或者是危险啊。现在流行这个电子钱包以后呢，以后我们的话呢的那个电量要有充足。你如果没有带钱包去的话，电话带的不够电，到时候你买了东西，那电用完了，你也是做不到东西，也是买不到东西，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啊。现在我把这个时间交下给我的团长，因为他可能有收到一些我们的听众们的观众，他们有些问题要问，如果能够在这边，我们给他们回应一下。好，谢谢秘书长。我看到有几个问题，但是我线上有一些网友也是有给一些答案了，但是也李老师也帮忙解释一下了。一个是，请问 QR Pay 和 Boost 有什么分别？OK，QR Pay 是银行的 ，QR Pay 是银行的，你就是一定要有 Maybank 银行的户口，你可以用 QR Pay， 除非你是用你绑定这个 MAE account， 就是 Maybank 的 MAE account。Maybank 虽然是讲说 Maybank MAE account， 不过你不一定要在 Maybank 有那一个户口。一下你其他的 bank 你转钱进去都可以用。那分别跟呢这个 Boost 是什么分别呢？ Boost 是一个电子钱包，它本身是没有户口的，就是你要放钱进去你可以还钱，当然你可以收钱，你也可以把钱拿出来，不过它是有费用。在 QR Pay 拿钱进钱都没有费用，它是免费的啊。我在这边补充一下，我觉得不知道他有一点，虽然是他收钱，可是你用钱他有给分数，你的积分可能也会有用到，对吗？对，这个不止。因为刚才我就没有提这些他这些好处什么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不代表不止如果他给我广告如果他给我广告费的话，可能我讲的话又不同了。好了，好的，Mr. Le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从信用卡过账去 QR Pay 吗？从信用卡可以，不过你那个 QR Pay 你是用，比如说你是用 MAE 呢还是怎样？它是有没有那个银行户口？因为如果你是在 Maybank 本身有银行户口的话，那么你用哪一个方式从 Maybank 那边转过去都可以。如果你只是有 MAE account， 就是 Maybank MAE account， 就是那个它专门是给比如说不是 Maybank 银行户口的用户来用，那么你可以用其他方式这样子转钱过去。Okay， 就好像有 top up 这样子。还有一个最后一道问题就是说，你刚才有讲到买一碟鸡饭7.5块，如果他不小心按到75块，然后过账给对方了，然后钱可以拿回吗？他直接过回给你咯，就像我们好像跟我们用现金还钱这样子。他本来7.5块，我给他75块，然后 OK， 你那边又转回同样一个方式。像现在，比如说现在我是买鸡饭，团长是卖鸡饭的，那么我就拿我的手机，我就扫描一下你那个档口那个二维码 ，OK， 给他吧。那么到时从那个档口转回钱给我的话呢，我就开我自己的这个二维码，让对方扫描一下，那个钱就还回给我了，就是这样子。不过通常这个东西，除非我们的手机是很小，要不然是已经老花了。就死要脸不要戴眼镜那种，他自己看不清楚，要不然就很少会发生这种的，因为他一定要我们确定 OK， 你要还
7.5块对吗？啊，我们自己按对了，对对对啊啊不过最好大家先看一下，虽然是方便啊快，不过还是自己先看一下，确定一下啊啊。如果好像我这样子，不要戴眼镜这样子，手机就把那个字体放大一点啊，那么我们就看得清楚一点啊啊啊。还有其他问题吗？啊，好了，大致是三个问题吧，都没有了。啊，好的，啊啊啊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来结尾吧。哎、啊、呀。好的，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相信观众们也对这个无现金交易的有一点的概念，虽然是说不能够完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要投入去应用，我们才知道。那么我们很感谢我们李老师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知识，那我们在这个守住家里的时候保持健康，希望大家都安安全全尽量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呢，要注意我们的常常洗手啦，出门回来啦要洗澡啦，这样那样要做好一点。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在这个网上来做这个讲座会。那么那些可能第一次看我们的网的人，可能觉得我们是在工位还是哪里做，其实我们没有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家里，就比较特别的，就我是在我家里，那么李老师在他家，那么。我们团长也在他另外地方，所以刚才我的那个电流冲断的时候，是我的家，不是他们的地方，所以并没有大家都没有后来我再进来，在这边我对，刚才秘书长，等一下，因为刚才就那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线上的朋友也觉得到底我们是做什么东西，但我这边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直播呢是没有什么秘密的，那我们在各自各的家，我们这三个人在网上见面，就是经过这个 Zoom， 那从 Zoom 这边我们才转就去面子书做那个直播，就是这样子。如果万一有什么疑问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做，所以前几天其实不是前几天，我们的好几天，我们做了这个准备，尽量我们去尝试怎样呢能够做到最好。花了很多的时间，尝试了很多次这样子。当然我们也希望说，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如果不能够做到。符合大家的要求的话，我们呢也希望改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做得更好啊！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是，我要谢谢，也再次谢谢所有的参与今天晚上观看我们的讲座会的朋友无论你在何处，这个讲座会我希望都会带多带少都给你点知识，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把这个知识自己卸了以后，也要告诉我们的长辈。让他们也跟上时代的脚步了，因为我第一次做，可能有些那里有疏忽的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么，也许我们的观众有的是在迟进前一段没有听到的，那么有的也可能会早退，因为有事情离开了。那么，我们也欢迎你们经常回来，再次在这个我们的德国客家公会网页里面再次来重温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虽然是听完了。可是可能我们听漏一点了，我们都有记录下来，有录起来，就给大家重新的来看一下了。好，在这边就谢谢大家，恭祝大家晚安，好，谢谢。